词。大家好，我是2022年消防形象阅历代言人周云真。大家好，我是2022年消防形象阅历代言人魏玉伦。今年受疫情肆虐，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防的伟大在于无私的奉献。为了呼吁民众实际的行动，支持认养代替购买，本次消防阅历特别与动保处的毛宝贝合作，希望借由温暖的互动之下，融化大家心中的冰山，以舒缓心中积累已久的心理压力。其实啊，在疫情期间，大家居家办公，练就一团和气的肥肉。我们消防则不断的自主训练，练锻炼出健美般的肌肉线条，展现阳光般的活力。结合消防的专业技术下，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守护民众的安危。2022年消防阅历在全家便利商店开放预订，而且还有提供假币购买以币取货的贴心服务。阅历不仅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当作圣诞节的交换礼物哦。那今年分别与金发以及动保处合作，提供阅历作为新北镇金加倍奉还登录发票及认养毛宝贝送阅历的奖品哦。等你哦。So believing it's the ebb and flow we go through, putting on the pressure when I press it all up on you. Getting to the point where we need to let a few off. I roll another joint, tip back a cold brew, stretching out your joints till it feels soft. Relax to bring back the feeling like you're brand new. Fuck all the stress and the mess. 太阳不太阳，太阳温暖的家。